到底做错了什么会遇到你，没有你一点也不扎心，有了你凌乱我的神经。嘿嘿，我到底得罪了谁才遇到你，对的我没了脾气，烦透了你又多么一步不靠近。我不想你，谁想你，让谁想去，我谢谢你放过我，可不可以，我早已吐槽无力，我开始怀疑人生，可为什么偏偏爱上了你。我不想跳进你的坑里再逃不出去，我的心不欢迎你，可偏偏我和你有了一种奇怪的默契。看来最爱你的人始终是唐可。只不过是做个手术，就往那儿一躺，麻药一过就一切都好了。做手术的人又不是你，你当然不紧张了。这是最好的眼科医生。崔丹飞，准备手术了。等我手术做完了，我告诉你。嗯。只要为了你，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你开心，我还在这里，能给的全部给你，不让你受委屈，我永远陪着你。凶手是赵亮，赵亮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。霍斌哥的嫌疑也解除了，可是凶手还没有抓到，居然让那个赵亮给逃了。那个赵亮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真希望警察能给力一点，早点将他缉拿归案。给我走。丹飞，哎呀别闹了，我眼睛瞎了，我什么都干不了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，如果你真瞎了，我就养你一辈子啊！你也不用做主播了，你要什么都给你。你给我有什么用啊，都是你，是你让我做手术的，你给我滚，给我滚啊。哎，别激动，你们都给我走开。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哎，我走我走我走，好，我走我走我走。唐可儿，你为什么还在这儿？你害死我老公，害我儿子，害我女儿，现在又要害我吗？阿姨， 我不是。你不是，你不是，你赶紧走，你给我滚。阿姨你走，阿姨走。奶奶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孩子都病成这样了，你还这么霸道。我家可儿来是舍不得和霍斌的这段感情，你还这么对他，他真就不应该来，他是不应该来。可儿，你赶紧走，你赶紧离开，离开！就没见过你这么当妈的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我们家可儿怎么对你家霍斌，你难道一点都没有看在眼里吗？你还要在他滴血的心上再插上一刀，唐奶奶。我正是因为看到了，我看到了可儿对霍斌的一片心，我才想把他骂走。我也不想可儿为了霍斌耽误一辈子。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的。我问过医生了，医生说霍斌的病不会这么快就恢复的。你说我怎么忍心把他这辈子耗在霍斌的身上，我怎么去见他的父母？可儿奶奶，
我都懂。所以说，我真的不想可儿耽误一辈子。你现在就把可儿带走吧，可儿，跟奶奶走吧，走吧，你们走吧，阿姨，走吧，阿姨，阿姨，奶奶，你们不要赶我走了，我很爱霍比，我不会离开他的。我带你去玩，走。霍斌这样是给不了你幸福的，跟霍斌分手吧。我已经跟你奶奶商量过了，她特别希望你跟陆翔在一起，我也很赞同。妈，可儿她有自己的选择。可儿啊，你说奶奶自私也好，你说奶奶太家长事也好，可是为了你的幸福，奶奶今天要很严肃地跟你说一句，你必须放弃霍斌，下半辈子由陆翔来照顾你，奶奶是最放心的。你是奶奶唯一的亲人，奶奶不会伤害你的。你就让陆翔来照顾你，爱你，好吗？霍斌现在这个样子，作为妈妈，作为监护人，我会照顾他的。丹飞，嗯，来，在这儿等会儿，妈妈去交费啊。好。啊。嗯。妈，妈。哎，丹飞，妈，别害怕，妈在这儿呢啊。妈妈在交费。来，妈妈现在送你回房间啊。丹飞，我们不会什么都没有的，我会用我的手段把属于我的东西拿回来。陆总，咱们真的要放弃吗？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就白费了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。花直播的资金都用在上市这件事上，上市没上成，公司自然就保不住了。哎，陆总，我听说霍斌最近变卖了不少家产，投资了一个人工智能公司，他投资的这个科技公司在前景上还挺受关注的。他投资了个科技公司，霍斌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害我失去的一切，我要让你加倍的偿还给我。小斌，小斌，陆翔，陆翔，妈，怎么了？小斌不见了呀？会不会是小花带他上街了？哦，那我去看看。稍后再拨 ，Sorry。喂，
喂，奶奶，可儿在吗？应该还在床上睡觉呢，我去叫他起床。哎呀，可儿呢？奶奶，可儿不在吗？奇怪呀，我昨天晚上明明看到他上楼睡觉的。那怎么？哎，这有个字条。字条？我要带霍斌去一个地方。我要再做最后一次努力。如果霍斌依然无法恢复记忆，我会放手。替我跟陆翔说一声，霍斌跟我在一起。哎，真是的。说可儿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，到哪儿去也不说一声。啊，奶奶，您别太担心，应该没事的。陆翔啊，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？奶奶，让他们去吧，没什么事的。喂，陆翔，霍斌和唐可儿在吗？霍斌和可儿不见了，他们去哪儿了？应该是去了一个对他们有意义的地方，火山岛，他们第一次牵手的地方。哎呀，我说你就这么放心让他俩单独出游啊？霍斌如果恢复记忆，你和唐可儿不彻底没戏了。你找霍斌干什么？没什么事，就随便问问啊。我先挂了啊。你帮我查一下他们两个有没有去火山岛，明天还在这儿碰头。嗯。啊啊啊，你慢点。哇，太好玩了。姐姐啊，哎呀，坐下。姐姐，你要带我出去玩吗？真好，我想天天都出去玩，我想跟你玩一辈子。好啊，我带你玩一辈子。哎，你看那边，那是海鸥吗？霍斌，火山岛是我们第一次牵手的地方，那儿的烟花盛宴多漂亮。我们这次故地重游，如果你还是不记得我，我愿意放手。太漂亮了，太好玩了。哎，他们好可爱。陆总，去火山岛的船已经做好了。好，我们马上就去火山岛。我伪造了一份霍斌失忆前欠款的协议，如果他签了字还不上债，就只能拿公司抵债，这样他的新公司就是我们的了。现在目的就是要让他签字。坐这儿吧，姐姐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我叫唐可儿，也叫唐果果，你叫霍斌。嗯。霍斌跟唐可儿相识于大学的时候，他们在北京念的大学。那时候我还特别胖，但是你是学校的校草。你说，爱情可以超越一切。
生日那天，你突然跟我提分手，当时我觉得整个天都塌了，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。我选择逃避，我逃到英国去，我以为这样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忘了，可是没想到回来以后再次遇见你，然后又爱上了你。相信遇见你是爱上你难，写下温婉的纠缠，从此告别了平凡。相信我可以将寂寞驱散，给你最久的陪伴。相信你会懂我有多勇敢，就像迎着风雨飘摇回家的孤帆。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，如果你不确定还爱着，请不要把回忆也一并勾销。我来替你记着，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。我不知道后来你又跟我提分手，我一开始以为我已经免疫了，但是我没有，我发现我一点都忘不了。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宿命吧。我们之间发生的那些一点都不会变。嗯，我给你放烟花吧。哦，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烟花的见证下在一起的。可儿，我再也不要你离开我。很美是不是？在这个烟花下我们第一次牵手，说好要在一起，你还记得是不是？姐姐，你怎么哭了？你都记起来了吗？姐姐，你干嘛？我不是姐姐，我是可儿，你忘了吗？你说过，你说要陪我一辈子的，要给我一辈子的幸福，你全都忘了吗？你，我变。姐姐，
霍斌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。你把字签了，一会儿就送给你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叔叔。你的眼睛没有完全失明，还能看到一点微弱的光线，是吗？啊，你的妈妈这会儿出去给你买饭了，你在这儿等她一下，她很快就会回来的。护士，这两天有没有人来看我？你的那些朋友不是有来看过你吗？有一个男的叫陆明杰，他来过吗？他来过一次吧，但是被你赶走了，后来好像就没看见了。哦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走了啊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帮我个忙行不行？又帮忙啊！我求求你了。你到底能不能让他签字？不行就来硬他，抓着他手签。真抓他手签啊！快快快快，赶紧的。小朋友，汽车跟你玩了，这字也要签啊。哎，你把遥控汽车还给我！闪开！还给我！霍斌，霍斌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把他们拦住！霍斌，快走！姐姐！行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菲菲，明姐，我有你的手机定位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。丹飞，这不是你待的地方，李梅，把他带走。不行不行，我知道你要干啥事，你答应我，不要再这样好不好？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，明姐。可儿，可儿，你快跑啊！可儿，快跑啊！陆总，就这么让他们走了吗？明姐，不要，快走。明姐，你答应我好不好？答应我不要干啥事。还真不追了，赵亮。
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在这儿有一会儿了，我在等接我去国外的船。陆明锦，你是不是出卖我了？那行，我去拉个垫背的。陆总，快去追，走。明锦，不要再干傻事了。德飞啊，你在这儿别走啊。明锦，明锦，德飞，李梅，快带我去找他。殿下，唐可儿、霍斌，我知道你俩躲在这儿，我害怕，你们是躲不掉的。赵亮，霍斌有我们要的东西，跟你没关系。我不管你要什么，我要他的命。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，赶快去追。明姐，明姐，丹飞，你慢点。明姐，你在哪儿？慢点，丹飞。明姐，你怎么又追来了？你不要再去了，不要再去。这什么时候了都？哎，丹飞，丹飞，丹飞，你怎么了？明姐，我看不到了，我什么都看不到了。丹飞，你记不记得我在医院里跟你说，我做完手术会告诉你我心里最在乎的事情是什么？我一直都想跟你说，你不能再错下去。可是我不敢跟你说呀，我做错了那么多事，失去了所有，失去了朋友，失去了亲情，我失去了所有东西。只有等我失明了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。明姐，我想跟可儿说声对不起，然后我们好好在一起，好不好？你答应我，不要再伤害他。你答应我，你为了我，你答应我呀！好，我答应你。来，菲菲，可儿，你在哪儿？可儿。可儿，对不起，你还愿意做我闺蜜吗？我愿意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姐姐，你在干什么呀？霍斌，姐姐是高兴的。但有一个可儿姐姐，还有一个菲菲姐姐。好了，咱们找地方出去吧。啊，走。好，我们走。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哎，慢点儿。胡斌，你快躲起来。快。胡斌，你乖乖在这等着，别往外跑。等我回来接你。啊，姐姐，姐姐呢？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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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，哎，放手，放手。
跑不了了。我是警察李强，陆明杰，你涉嫌欺诈、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、故意伤害等其他数罪，这是传唤通知书副本，带走吧。上车，跟我们走吧。赵亮、康健为团伙的不法分子，涉嫌犯有欺诈、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、故意伤害等其他数罪，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冰凉的海水，日复一日地拍打着海岛的礁石。时间就这么平静地流逝着。今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，有快乐的，有悲伤的，有好的，有坏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都让我们每个人获得了成长。于小淼为了徐亚摩离家出走，并找了份工作。虽然从大小姐的普通上班族的生活落差很大，但是于小淼在努力适应。和徐亚摩吵吵闹闹的，但却比谁都甜蜜。甜甜和吴子琪快要结婚了，但非在等陆明杰出狱。他说，他现在很好，过得很平静。李妹啊，她有追求者了，但她说，她不想那么快答应。霍斌跳下海之后，被一艘路过的渔船救起，并治好了病。我和霍斌的爱情也终于修成正果。还带领带了？怎么样，帅不帅？帅。冷冽的飘絮，无处藏匿，下不完的雨。就像爱哭的你，远远地跟着我，有些闹，有些烦的你。所有的快乐都来自你，如果我难过，也都是因为你。跌跌撞撞寻你，我相信你从未离去。你的幻想，你的委屈，牵动着我每分情绪。流淌的浓烈是你的真情，付出了我孤单的心。是你，世界上无可替代的你。是你，让我抛弃一切向你狂奔去。不能没有你，哪怕全部都失去没关系，只要一起。是你，世界上无可替代的你。是你，让我不顾一切向你狂奔去。不能放下你，哪怕全部都失去没关系，只要和你。世界上无可替代的你，小心一点，扶着这个。让我抛弃一切向你狂奔去，不能没有你，哪怕全部都失去没关系，只要一起。是你，世界上无可替代的你。是你，让我不顾一切向你狂奔去，不能放下你。哪怕全部都失去没关系，只要和你一起。你是我能
想把我们幸福。好，回去数吧。快往我这扔啊！小花，快啊，我们走吧。现在他们幸福就好。走吧。静静，小静，胡静，胡静，胡静，静静，你回来了。什么？小静，你没认错人了吧？你胡说，你就是静静。我不叫静静，我叫珍珍。没错，她叫珍珍，是我在旅游的时候认识的驴友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我现在可是炙手可热的旅游达人，最近涨粉30万。呆呆，哎，静静，我很厉害吧？别走，你就是静静。真的，真的涨了30万。静静，30万。如果真是胡静就好了。胡静不会穿这样的衣服。其实胡静最后一天见我的时候就跟今天的珍珍很像，穿着同样的衣服。那是因为她想去见妈，特意改变了穿衣风格。胡斌，你给我听着，我可警告你啊，以后如果你敢欺负可儿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放心吧哥，现在她是我老婆。老婆，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在抛完绣球这个环节之后，我们是不是少了些什么？少了什么环节啊？你忘了吗？我们是有约定的，如果你生冷憋气再把我忘了怎么办啊？我不管，无论我是多少次一，我都会爱上同一个你。决定要放弃了，
如果你不确定还爱着，请不要把回忆也一并勾销。我来替你记着，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，因为我相信你是我永不变的选择。我还相信爱你是对的，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，如果你不确定还爱着，请不要把回忆也一并勾销。我来替你记着，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，因为我相信你还是我。